推动经济适度多元是澳门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。重点培育以中医药研发制造为切入点的大健康、现代金融、高新技术、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等产业，推动其他行业实现新发展，扩阔居民就业空间，继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，协助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及问题，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及创新能力，检讨和完善配合经济发展的相关工作，持续优化企业营商环境。